成立于1968年，队员都是高一的时候就加入了，不仅在台湾南北各地，他们一袭红色的军礼服也在日本东京大阪留下了足迹，精湛的枪法是他们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他们坚持做到最好的精神，准备带来完美的默契，凭着一颗热忱荣誉的心，即使过程中有再多的失败，都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更执着，而那些感动让他们对未来每一个演出更加的坚持。今天在秦明胜教练用心的安排下，带着自信还有活力，接下来高雄女中乐仪队将用最帅最活泼的演出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在表演前，请每一位举起你的双手，送上我们最多爱的通关密语，1 2 3 Open the World。 再见你的双手，用力的鼓掌，借你的喉咙用力的尖叫。 Ladies and gentlemen， Open 气球大游行准备的 Open the World， 有请高雄女中乐仪队。双手，1 2 3
谢高雄女中乐仪队。雄女乐仪这支美丽的三十年队伍，成立于民国86年，队员都从高一开始就遴选进入。目前台湾、世界各地、日本、大阪、东京留下足迹之外，刚刚你见识到雄女乐仪精湛的枪法、悠扬的乐音、飞扬的旗帜，还有那属于雄女乐仪精彩的笑容、灿烂的笑容，一直都是雄女乐仪不变的骄傲。刚刚整齐划一的动作是练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再次你的掌声，谢谢高雄女中乐仪队。每一个唱法，还有震撼人心的乐曲，还有那默契，都是一个带有 passion 热忱的心，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失败，才有现在精彩的演出，代表着未来日子里面，不管你在做